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，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、投资保护协定，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，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，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，深入国有企业、数字经济、知识产权、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。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，未来五年，即2024年至2028年，中国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进口额、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和5万亿美元。